在进行教学前先演示一下用手把操控游戏的爽快体验。夜神模拟器版本为 V3.7.5， 手把模拟城市为克帕德 V5.3 版。进入结算画面后，点击右上方的键盘操控，然后在 OK 的位置用滑鼠左键点一下，设定对应按键，例如 B， 之后按保存。在手把上选一个空白按键，点击它，并将按压及连射选项打勾，再把对应按键设定上去，例如 B。完成设定后，回到游戏画面，按下对应按键，就会自动在指定的位置快速连点。结算画面跑完后再按一次 Q， 就会停止连点。以上由 Google 姐姐配音，谢谢收看。